这三天来，大家有收获啊无啊？大家有信心啊无啊？大家拢足欢喜啦！听到秘书长咧甲咱讲啊，法律的代志，咱绝对100%正确，所以咱伫遮已经两三年啊啦。所以愈来愈闹热，来的人愈来啊愈多，愈来愈少年啊。所以咱的啊执政的时间拢直直接近啊。所以啊，我要甲大家讲，今仔日伫遮要甲世界的本土台湾人讲，咱台南州啊已经完成一个啊，咱的办事处啊，台南州的总部啊，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啊，予大家看，恁呐。在世界的本土台湾人，若有回来台湾，啊，请恁来台南啊，东区啊，就是林森路一段169号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恁若要敲电话回来，我会杀你，伊才有电话控制哦，啊，当然吃，还佫加一个886啦，哦，啊，06啊，2006986，所有的啊，伫世界的本土台湾人，互恁转来台南，然后一个归宿啦，拢来遮啊，必须顶讲来啉咖啡啦，啊，是来啉茶啦，拢欢迎的，啊，因为。我迄阵啊，想讲，甲台南州长讲啊，约一个时间啊，讲我请伊来上台一下。伊讲啊，伊要有要紧的代志啦，要去嘉义迄个啊办事处啊，赶甲完成啦。咱我足甘心，各州的州长足拍拼，拢直直咧建立每州的办公处。安尼，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实在啊，足甘心。咱会得看到这個看板写什么？台湾啊，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啦，因为啊，美国甲咱讲的啊。2013年啊，2013年1月7日，叫咱讲啊，恁来改台湾政府啦啦。所以咱接到这个信息啊，咱中央总部啊，咱的台湾政府那个站出来，所以要甲大家讲。咱拢依照法律，啊，依照美国军政府的指示，一步一步拢咧完成啦。所以大家来遮训练三天，我徛伫遮，我甲大家讲，恭喜大家。啊，希望大家爱有任务啦，爱有任务好啊，好啊，两个任务啦。第一，回去拜托家里的亲友，你的啊有关的啊较啊关系人，拢叫伊来遮受训啊，4000人那够。说不定咱全速度不起来，无爱阁受训啊！阮来遮，我足艰苦。
为第一届加钱嘛，阮大家拢家己开钱来的呢，啊，我家己坐车来的呢，所以阮话无想要搁收回来，因为四千人，美国甲咱讲，爱训练四千人，啊，摆啊只，就是你的基本干部，哦，所以讲。大家来上课了后，有个高级班一定爱报名啦。较早报的，头拄啊秘书长讲，政治伦理一定要照这个秘书长的交代。政治伦理，无论你做偌大官现任的，你若唔来上课，到时你。去边啊啦，换人啦，安尼好啊唔好啊？好。啊，足感谢大家啦！我大家我了解一下，尤其是少年的，你爱阁去带恁的同学来上课，因为安怎讲，你袂使暗度呢。把这个消息唔传出去呢？你爱心肝拍开，同学拢来，因为伊若有迄个福气，伊就会甲你来；伊若无迄个福气，讲啊你背字都较轻，啊都无法度做官，所以啊你听袂入啦。秘书长若安尼甲咱讲，听袂入袂，叫伊来，听袂入袂。你去边啊？因为你都无福气嘛，啊无福气啊！你因为拜伫尾啊啦，哦啊，到时若要拜托啊，你爱注意哦。你若帮忙你的亲友做违法的代志，假设要去拜托大家一件代志，讲。申请身份证啦，这个身份证大家最好今仔日来上课，拢办办的。以后啊，有足好的啊，咱会哦做福利，所以大家爱办。阿伯啊，那你是本土台湾人啊，咱即马规定啊，那无即张的人啊。无即张的人啊，咱改正代票，咱要改正代票。你有即张的人，你提去换啊换啊正代票。若无即张的人，伊以前甲咱四万换一块，咱即马若无即张的人，你爱四十万换一块啦。所以要直接讲予大家清楚，你有你的钱，你会使换；那不是你的钱啊，朋友讲啊，拜托拜托，咱啊，你呐，予人拜托你是违法，违法的话，要安怎处分呐？鞭刑啊，没收啦。安尼你知影无？你若改到本啦，讲安尼啦，啊40万换一块，啊我即马安尼啦，卖你卖，我都有一张，啊咱个到坎啊，你遐钱我来换出来，我甲你分一半，枪毙啦，安尼知影无？你着贪污嘛？安尼毋知清楚无？来遮受训的动心。你爱请一张，你以后你有银行偌济钱，你去换偌济钱。你若甲别人换，啊，你该死！我伫遮特别宣布，甲世界的本土台湾人讲，赶紧来请一张。伫国外，咱顶期那啊纽约。那个刘医师啊，我当时请伊来
遮甲大家熟悉。可能刘医师即马你也咧看啊，咱这个啊诶视讯，所以希望世界各国的本土台湾人，你有法度请一张，赶紧转来来请一张，也是来拜托啊，拜托啊，你迄个所在啊，你住伫多些所在，咱慢慢伫国外来设办事处啊。咱伫啊美西方面已经有两个所在 ，LA 加啊圣地亚哥啊，美东华盛顿 DC 咱的办事处，拢请附近的啊本土台湾人来请一张。安尼坐伫遮的同心，你若爱甲国外的朋友讲。讲予因知影，这个福音予因清楚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啊，感谢大家啦！咱即马要过来看一个啊啊，咱即马就是要来看这个啊，这个访问啦，就是啊，确定啊，三立啦啊来。啊！诶，报道啊！咱即马请啊，咱诶工作人员来放啊，来放这个影片，大家。清单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营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负责？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，桃园采访报道。啊，最近头啊一个月前吼，有来啊采访的啦吼。我伫遮特别啊慎重的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，我们这一张不是啊，他也表示讲啊，我们呐、啊、不给马管啊啊不给马管政府自制身份证，不是。这张是依照我们台湾啊人民的啊权利公啊公啊公民法案，咱要成立，大家提这本啊，大家详细看看，这本啊是上3次去予美国，予美国啊啊修正以后才定案的。
来来去去，我啊要几啊个月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这张是咱美国制造啊，美国制造啊，就是美国合法的台湾啊政府啊身份证，唔是三立甲咱讲啊自己制造，绝对啊不是。不是自己制造，我乃要安尼讲，因为一寡啊外啊，那个讲咧，甲咱啊挑毛病咧，啊，我一寡啊，可能是国民党的外围啦，或是啊，那么独立的啊人士的外围啦，因家己我咧发讲，因家己咧发身份证。啊，因根本都没有这个晶片，啊咧骗人。啊，咱这张是确实是美国制造，所以伫遮特别声明，予大家来了解。啊，这那是100%正确的。啊，大家了解安尼以后啊，大家都家己心肝内有有数啊嘛吼。咱过来看啊，因为看这个 PowerPoint， 这个是什么 ？TVBS 报道，联勤总部啊，啊，联勤总部啊，这个就是后备啊司令部啊，安呐裁撤啦，啊，有没有2012年？联勤走入历史了，骆驼的精神永在了。啊，你想看卖就好。大家看到这个 PowerPoint， 啊，这是新闻台的报道。啊，因在咧说啊，拢咧解除他们的啊战斗。你若要修台，有要啊？后备部队免咱会使解散，啊，都收场啊嘛，啊，准备要啊啊，哎、啊欸，准备要流酸呢。所以政府的大官、行政院的秘书长，伊爱啥？爱美金俩嘛。哦，以前的哦林义士。伊爱美金嘛？欸，消防的消防署的署长爱啥？爱黄金嘛？准备着要落跑嘛？啊，这着讲啊，恁着咧收场啊，啊，走入历史啊，伊毋着爱款一寡走路费？啊，咧大家去思考这个观念，大家去思考这个观念，看到这。哎、欸，过来看一张，这是什么？好、哦，啊，青埔会啦，提议啊，这里要做下体委会啦，整病啦，啊，都来收啊。哎、欸，我阁看到啥？国防部的怎啊？总机啊，讲咧裁员啦，国防部总机裁员，讲咩什么呀？外包啦，国防部呀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自由电子报。伊讲啥？司令部裁撤宪兵系统啊，反扑啦！宪兵司令啊是啊，宪兵是司法警察权的取消，不再有宪兵队。这是什么？这自由时报啊，不是我讲的啦。啊，恁大家有足清楚的无？有。秘书长甲咱讲，你若无接受，咱就搁去告美国，因为啊，联邦政府。
以符合到美国国务院的啊恐怖分子。美国国务院说，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：第一个不是政府啦，啊，2009年4月7日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。第一点讲什么？台湾啊的国民啊是没有国籍的。第二讲什么？台湾啊的政府啦是世界上不承认的。安尼就是第一，唔是政府，美国已经国务院啊发表声明嘛。所以第二点讲有武器啦。啊，中华民国不是政府，他有没有武器？有武器嘛？所以武器啊，起码飞机啦、战车啦、轮船啦，迄、那个车轮牌弄咧啊涂掉啊，哦，弄咧个涂掉啊，吼、哦。第三啊，讲征兵啦、啊，征兵，所以。84年出生爱出兵还没？唔免，迄那是咱甲美国讲，美国司法部甲迄、那个啊国务院讲，要依法啊行事，哦，依照啊咱原告的诉求。要依法行事，所以唔才会叫咱去华盛顿 D.C. 设办公室。安尼足清楚啊，吼，安尼足清楚。啊，所以我简单吼啊，准备一挂 PowerPoint， 啊，予大家搁较清楚咧吼。这下。2010年7月7日，龙潭啊，我们龙潭啊，龙城的啊营区啦，部分的装备为低湿度后已经啊涂掉啊 logo， 好、哦，仅存美国啊陆军的标志。2007年7月10日，最后大家。过来，战机，伊这个战机内底啊，有诶有车啦，啊有诶地下车啦，拢无看到啊。这陆战队呢？这可能水啊水陆两用诶呢？安尼，大家有足清楚嘞无？啊，咱过来啊，大家了解啊？美国甲流亡政府讲，恁我好准备啊啦。啊，恁爱直直收啊啦！啊，伊啊照美国意思直直收啦。啊，我看到报纸讲金门迄边遐咧撤军啊啦。啊，所以这是拢事实。所以爱予大家了解，咱的主张是啥物？大家来遮受训，拢爱了解讲咱的主张，咱是遵守国际法啊，包括《万国公法》《国际战争法》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法律系或是一些相关的政治啊系里面啊，
拢无开这个课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伊个拢用骗的啦。哦，4月1号，啊，秘书长讲，啊，4月1号是1945年的啊，4月1号，台湾就是啊实施啊大日本啊帝国的宪法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讲4月1号是愚人节啦，啊，就是我咧讲，迄4月1号无算啦。这就是咧甲大家啊了解，所以啊，这爱咱爱了解，咱不使用啊暴力甲武力，要促进各种的方法，使流亡中啊中华民国啊结束在啊台湾的占领。好、哦、啊，第三点啦、啊，对中国殖民政权呐 啊推动的事务不合作跟不配合。大家会了解无？秘书长来甲咱讲，咱是还是一个政府呢，唔是社团呐、啊，唔是啊那个啊什么动啦、啊，所以有人甲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来无来参加缓和？咱都一个政策啊，咱啊执政。一定是啊，恢和家园呐、啊，所以安尼，咱来爱去跟遐个做啥社团去行到顶。咱是还是一个政府呢？美国拢有特别甲咱交代。现在台湾是有两个政府存在，一个是台湾啊，咱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ROC。好、哦、啊，嘴去直直咧甲串起来，大家敢唔知啊？好、哦、啊，第二啊，咱就是台湾民政府，伊讲叫咱去改台湾政府啦，啊，这都很清楚啊嘛。好、哦、啊，这都咱以推动的事，我们不配合，我们也不合作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咱。依照美国的制度，美国甲咱交代，一步一步咧完成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因为啊，这予大家看看啦，因为咱总理啦坐伫后壁啦，咱我看我讲到遮就好啊啦，啊，其他的时间啦，叫啊，请总理来甲咱勉励一下啦。大家足辛苦，伫遮有三枚啊，两案嘛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咱请总理吼，啊，也有差不多7-8分钟吼，啊，来甲补充一下。安尼，咱阁鼓掌一次，请总理来甲指导一下。啊，谢谢。你想我比到后面就好啊，讲，哎。我美到阿平吼，参这个咱的季教授，啊，底下咧起不起茶工，叫抓出来，啊，所以后摆袂使学袂美哈，大家好，三工两暝，下间是会，这是最后的5分钟，我要请问大家，唔知有收获无？收获无？有心得无？哎，等一下几篇心得报告来。哦，当然啦，咱这无特别讲一定爱逼大家爱写，哦，但是咱公共行政学院呐开班，哦，咱的季教授当然是咱公共行政学院的院长啦，吼，那开班的时候，每节的课程拢爱写研究报告，大家拢爱去用心去找资料来写研究报告，安尼才会当把你所学的物件，吼，哦，真正变作你的啊学问安尼。啊，这三天真辛苦，特别是早暝，早上8点，我看恁8点、7点外吼，秘书长就伫遮咧甲恁讲话安尼，吼，啊，然后一直播到11点，那要有声音嘞，有哦，知影伫遮咧讲话响，举手，吼，足大声，安尼真大声，我伫楼骹吼，叫恁吵精神起来，本来咧爱困就困个，
看看较亲民的时阵，煞去哦，面楼顶照老者，想要起来看的时阵，哦，讲结束啊，啊，拢咧瞧伊啊，就讲啊，结束，哎，我就免起来啊。哎，各位真辛苦，咱辛苦是为哪端呐、啊？我们的辛苦是为哪端呐、啊？哎，咱辛苦是要为咱本土大人，咱对咱面顶五万年来的祖先，甲未来数万年的子儿孙咧拍拼，唔是干咧为咱家己尔，咱是为古早过去的祖先，伊的荣耀，甲咱未来子儿孙的幸福伫咧拍拼。所以啊，咱甲这个对台湾的责任放到肩胛头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人生要找你人生意义，就是伫这点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大家吼、哦，感觉足有路，我会当甲大家徛做共同打拼、共同奋斗，感觉非常的光荣。哦，咱的辛苦一定会得到代志，因为真紧、真紧、真紧、真紧。我伫个演讲内底一再讲，咱的策略足明显的。第一个阶段去告美国，和美国先生伊唔对去啊，伊要安尼甲咱补救。第二点，咱去邀日本出来。去亚速昆仑金像拜咱三万一高清一百个咱的诶，这个先贤的一些英灵，然后嘛去甲天皇接收，和日本的境界去一个大地当，反省了讲呀，过去以来咱现在一直讲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，这是错误的，所以日本甲救出来了，咱由美国甲日本来甲咱斗三江，第三阶段要甲中华民国赶走，遐所有不落台湾人。伊若无承认讲伊是台湾人，伊若讲伊是中国人，做伊去第四项要紧。第四个阶段，咱要好好建设台湾这块宝岛。台湾确实是宝岛，其他所在你也看，一年四季拢真青翠。你若去美国、去欧洲、去日本，半年落雪，半年落雪，光秃秃，迄山头拢光秃秃，都吼。较寒的时候，哦，落雪了，解冻了，到时候天气稍微较温暖的，解冻了，佫忽然佫寒一下时，结冰，你塞车就危险。哦，咱台湾高富人的所在，拢真安全。第二讲，你去爬山，无小心去突落，也是讲塞车的时，因为结冰的时，你车链无多顺利运作的时，才去发生车祸。那无，咱台湾各所在拢就好，但是真不幸，真不幸，咱台湾六十几年来。唔是由咱本土台湾人爱台湾的台湾人来咧治理、来咧管理，是一群要甲咱吞台即个外国人、外来政权伫即个所在甲咱剥削、压迫，吼，甲咱抬甲挂甲关，哦，已经六十八栋，咱已经忍无可忍。我唔知影大家会当怎样，我是想了这代志，想讲咱本土台湾人遐辛苦，过去遐辛苦，四万外一箍，哦，土地改革。咱一寡土地去予提了了，征收了了，哦，好个土地去予征收了了，啊，咱个钱去予剥削了了，咱做到要死个，干咱换一嘴饭食，非常唔甘愿。所以哦，咱一定爱心连心，手连手，脚伸跳做位，出去等伊，一定较到位嘞。去予咱个厝边头尾，甲咱个亲戚朋友五十讲个清楚，咱就是目标一致，要来甲中华民国结束伊伫台湾个军事。怎样？哦，还我政权，还我管理权，哦，安尼咱台湾人家己来管家己。总有一天，咱一定要做个像瑞士安尼，哦，瑞士安尼，还是讲纽西兰呢，很清气。所以啊，咱需要训练杰出人才来建设台湾。咱就要以伫这个所在人民的意义，伫这个所在集会意义，咱伫咧吃苦，哦，对八点无闲到十一点，遐咧吃苦，真拍拼还是呐？这个、精神啊，提出来，咱一定会成功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参与，多谢。请客人来，局长，请来，和大家敬礼一下，伊上辛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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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日下课。